达三百秒，绚烂夺目的烟火照亮一望无际的南洋平原。宜兰罗东跨年晚会跟春雪酒店合作，打造360度4D环绕多色光柱烟火，让人陶醉在浪漫之中，度过2022最后一刻，迎接崭新2023。南洋平野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，有好山好水，有好空气，这是南洋的中心，罗东的闹区。今年刚好疫情过后，我想把南洋跟春节结合在一起，做一个跨年的烟火秀。结合在地地标，酒店业者要让大家看到罗东的美。晚会在中山公园开幕，雨下了一整个晚上，但浇不熄民众的热血。由宜兰高校生劲歌热舞，潮热气氛，多组新生代歌手接力演出，邱宇乐、徐伟翔、铁肺歌手李佳薇，最后由 OZ 压轴登场，一起迎接长达300秒的灿烂烟火，再由超人气女团 HUR 画下完美句点。宜兰有那个特色，就是南洋平原有晚上有百万夜景，一天四季的话有时候是山南阳光早晨黄昏都有不一样的景色。我希望大家来宜兰、来罗东、来春季来观赏一下。2022最后一刻，宜兰县长林姿妙、罗东镇长吴秋林跟着热血民众一起度过，滂沱大雨浇不熄的热情。星级酒店业者誓言要让宜兰罗东成为更美城市。记者洪俊明、陈思远为文宜兰采访报道。免疫力会降低，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觉，女生睡不好，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，皮肤也会变差。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，叫做梦梦水，独家的配方呢，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。怎么买呢？来 QR Code 快点购，扫一下。